你们是我仅有的朋友。啊？哎呦喂！哎呦喂！亮了。揭盖儿，揭盖儿赢奖啊！这个东西，哇！这里可以看演出耶！哎，我们来看演出。啊，这是我们，这还是我们楼下啊。所以有人在这看吗？对，偷看我们。今天是我们来读，来，大家都爱喝，果味十足，还能揭盖银行里的美年达，那就用美年达锁住我们友情的回忆吧，以防忘记密码，就画张图提醒自己。来吧，解呗。什么东西？解题呀！来，比比，到了你的时候了。你都是图书馆生活的人。比比这拿看东西的距离感觉岁数也不小了，都是这么看。没有，我说大家一起看吧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好多字母，你像那个 SXDQKK 等于 orange。四六边形三角形。对啊，三角形。菱形。我先看一下密码在哪。那边吧，应该是姐那边。这样的。哦，所以你要解出四边形、六边形、五边形、三角形跟五边形，橘色的五边形。哎，等会儿，橘色这个是不是？请问，然后这个是代表这个颜色，它颜色都不同。哎，哦，对啊，你看，就是这上面有哎，有问号。然后这个是代表这边形，对，这两个六边形、五三角形，这个边形，然后称谓是代表橘色的五边形。这个是 R， 这个是 I。放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想一下哦。哎，看我是不是比比已经写完了？比比现在太快了。跟葡萄没有。它的每一个字。哦，我好像知道了。哇哦！你看，就知道了。嗯，失落吗？这个人太厉害了。边形好像代表着它前后的距离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，几边形？对，它 S 到 O 可能是有四个。S 到 O 是四个，什么意思啊 ？S 这个字母到 O 这个字母是四边形，是四个。哦。啊 ，B 到 G， C C D E F G 五，这五边形，是的，就是这样子，走吧。哦，这么快啊！这一集可以啊，比比姐，你就最终救你那哥们儿得了，看来别人都得死。所以第一个是百香果菠萝，什么到 F 有四，差四。来，我们写一下 ，O B Q R S D U V W X Y Z H Y Z Now you see。S 这个字母到 O 这个字母是四边形，是四个。C D E F G 五。它是往前还是往后啊？每一个看是往前还是往后就对了。我们根据后面的来推就是啊。你看嘛 ，I 是 ，N 是在，那这个颜色肯定都是往后走啊。百香果菠萝是往后，那 F 往前四个，就是 B 嘛。蓝色 T 是在 P 的后面，只要有这个颜色就是往前了。O 是六，往后六个，往后六个，一二三四五六嘛。有。M 的，一二三四五 R，
然后第四个是三角形，三角形，往后三个吗 ？S， 哦 S 对。等一下，城卫是这不有城卫吗？哦，城卫是往前，城卫是往前，等于这个是往前，这个是往前。哦，往后五个，一二三四五 T。D U R S T 吧 ，First 吧。哦。D。让我们再想想。S T。开了。啊 ？D U R S T。哎，开了。啊。哦，这还有第二道题呢，同学们。哦，还真的是。这是什么呀？躺在上面的吗？哦，杯子。哎，这个适合凯哥，凯哥这个适合你，你这完全可以躲进去。对啊，你这样有人，你直接就这样子啊，好适合你哦。哦，这个也可以啊。完。哇，这个适合我，龟息大法。找不到我。哎，你在闺里，这就闺蜜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们的闺蜜。哇，闺蜜你好啊，闺蜜，闺蜜你好，闺蜜你好。我闺蜜今天绑了一个。等下这是什么？各位朋友 ，burst 组成每个字母的橙色线条都要连接其对应口味的美年达。美年达喝四分之一就能上升一格，找出要喝的美年达，喝正确就能打开柜子了。这里是不是一个 B？ 然后这是 R。啊。李姐你好厉害哦。对吧？然后这是个 U， 对吧？然后 T S。组成每个字母的橙色线条都要连接，每瓶喝四分之一就能上升一格，找出要喝的。啊，这边有一条线，就是一个五。我们要喝到对的位置。先喝呗。挺舒服呀。这个高度看来还快合适，大老师也舒服。哦，那这个要喝，所以第一个要两个绿色，跟这两个吗？对，应该得喝这两个，你就喝四分之一就好。嗯。哦。哦，来来来，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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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DNA 动了。然后应该还有一个这个要喝吧，从这上升到 R。我喝我喝。哦，这一可能够吗？这些够了吧？有柜子弹开了，这样呢，这样呢，这样呢。